求婚这件事情被他这样子一搞，好像只是在为他的事业形象要做一个话题一样。我不喜欢这样子。我听见了，你这心在说话。主任啊，还是阿达温柔又体贴。阿达追李姐追十年了，还在原地踏步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再催他一下。三立都会台，周一至周五晚上9点，我们发财了。